快吃吧，吃完你快吃，你快点吃啊！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大熊，这咋吃呀？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吃完我再给你加一点汤。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好了，吃完你快点吃吧。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河马，河马吃爆菜啦！河马好吃饱，回家看小狗啦！哎呦我的妈！小狗，小狗，你想我了没有啊？小狗，你别皮，小狗，小狗，你好可爱啊！小狗，小狗，你快坐下，你有没有吃饭呀？小狗，小狗，你长得好可爱呀！小狗。快让我亲亲你，小狗，快点快点。哎呦我的妈。整天拉屎拉尿，不想养你了，把你丢在这里，谁爱养就谁养了。嗯，哇，这么可爱的狗谁丢在这里了？兄弟们好可怜哦，我们把它拿回去养吧。你们觉得我做的对的，点点这里，点点这里。啊，好乖呀！哇哇哇！呜呼呜呼呜呼！这只被螃蟹吓得跳起来的狗狗是一只茶杯犬，特别的呆萌可爱哦。每当看到火腿肠在它面前，都会急得不得了，拉都拉不住哦。给它剪毛发的时候，它也会不高兴。看它一脸不情愿的样子，真的非常可爱呢。狗狗也非常调皮，每次跑出去都不回家，妈妈跟捡蘑菇一样把它们拖回去。这么可爱的狗狗，难道真的没人喜欢吗？如果喜欢记得收藏哦，不然下次就找不到我啦。哎呦我的妈！姐姐，爸爸回来了。啊！锤锤，锤锤你怎么了？锤锤，喂，宠物医生吗？妈妈，我跟你开玩笑的。啊，锤锤，你不好意思啊，医生，现在没事了。有一个和你爱开玩笑的狗子，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？锤锤，起来吃水果了。哎，又想骗妈妈是吧？哎呀，隔壁小猫来找你玩了，别装了。晨晨，你再不起来，妈妈可自己去了。你再不起来，我把你最爱吃的零食都给小黄吃。晨晨，晨晨，我求求你，你醒醒呀！晨晨，妈妈不能没有你。填不满半排观众的电影，直到三三十多人能祈祷。妈妈，这次真的骗到你了吧？妈妈，其实在我上次昏倒的时候，你带我去医院检查，医生就告诉了我的病情，是我怕妈妈伤心，所以才不让医生告诉您的。我怕我走后妈妈会适应不了，所以她每次都装死来骗妈妈。我想让妈妈能尽快接受没有我的生活。妈妈，对不起，锤
锤锤以后都不能陪你了。锤锤希望妈妈不要伤心，这是锤锤最后的心愿了，因为锤锤会在汪星一直守护着你的。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，所以我很珍惜，不敢答应。气，我去找东西给你吃。哎呦我的妈！
狗。蛤蟆蛤蟆吃胡萝卜了，嘴张大一点，再张大一点。蛤蟆你快点吃吧，我回家看小狗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小狗小狗，我来了，小狗，你想没想我呀？小狗，你饿不饿呀？小狗，我摸摸你的头。大熊，我饿了。你快点去找东西给我吃好不好，大熊？好的，小狗，我去找东西给你吃啊。哎呦我的妈！嗯？哦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蛤蟆蛤蟆吃西瓜了，好吃吧？蛤蟆，我回家看小狗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小狗小狗，你想我了没有？小狗，你快点坐。小狗，我问你，你想我了没有？小狗，你快点跟我讲，你想我了没有啊？小狗，大熊，我想你了，大熊。哎呦我的妈！小狗小狗，你想我了呀？小狗，你饿不饿啊？小狗，我去找东西给你吃吧。哎呦我的妈！小毛驴小毛驴，你快点吃，吃完我还要回家看小狗呢。哎呦我的妈！小狗小狗，你想我了没有啊？小狗，你好可爱呀，你快让我摸摸你。小狗，哇哇哇，你好可爱呀。小狗小狗，你吃饭了没有呀？小狗，你饿不饿？我去找东西给你吃好不好？小狗，你别皮，小狗。哎呦我的妈！小狗，我来了。小狗，你想我了没有啊？小狗，你热不热呀？你有没有吃饭呀？小狗，大熊，我饿了，我没有吃饭。大熊，你快找点东西给我吃吧，我好饿呀。大熊，你快点快点去找东西给我吃，我饿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孩子老想出去玩，这咋整？外面这么热，跟你们玩吧，来。爸爸的爸爸叫什么？爸爸的爸爸叫
个时候发现圆圆不开心了，他肯定也想玩吧。我跟你商量一下呗，你让你孩子骑一下。我是不可能让他骑的。这什么眼神？没事，我给你安排个骑的啊。圆圆他妈妈不让骑，我们给他准备了个驴，上。要不他刚才羡慕的那个表情呀。这回你也骑到东西了啊。爸爸的爸爸叫什么？爸爸的爸爸叫爷爷。爸爸的妈妈叫什么？爸爸的妈妈叫奶奶。当斯文小狗第一次吃苦瓜，他居然什么吃吧，回家看小狗啦。小狗小狗，我来了，你想我了没有？小狗你别皮，你快坐到，小狗你快让我看看你。小狗大熊，大熊我想你了。大熊你去哪里了？大熊呀，小狗你别皮，你快坐好了，我去找东西给你吃。哎呦我的妈。妈妈我回来了。大壮，你这头是怎么了？那个是被同学打的。同学下手这么狠，那你还手了吗？没有。你怎么这么笨，被打了不少，还手这么没用。喂，班主任。哎，大壮妈，我们家大壮的头被打破了，是怎么回事呀？是这样的，今天班里分座位，二狗非要坐大壮的座位，大壮没让给他，他就动手打了大壮。我们已经通知二狗的家长来处理了。你自己去把公道给讨回来。大壮妈，对不起啊，我们家的二狗啊，把你们家的大壮的头给打破了。众位家长，我很痛心啊，这是10000块钱，先赔给你们。我不稀罕你的赔偿，你们家二狗是怎么把我们家大壮的头给打破？那就让我们家大壮把他的头也给打破。孩子，大壮过来。
拿锤子打他。妈妈，算了吧，二狗都吓尿了，他应该知道错了。哎，宝宝，你都吓尿了，哎呦我的妈！再给他一次机会吧，如果再有下次，我一定打回去。大壮，你今天处理问题的方式很棒，非常值得让妈妈学习。妈妈给你点赞。有一种力量无人能抵挡，它永不言败。嗯？
啊哎呦我的妈！